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ouis Hong， 大家都叫我阿红。OK， 我的工人五点半开始拾榴莲，所以我九点之前一定要下山。这个24它是垫在地上的，所以要把它清洁，扫叶子啊，有泥土就要把它洗掉了。我们在绑着这个榴莲的底，以免它会破裂，因为我们是高山猫山王，它会比较容易爆。所以绑塑胶带是这样子。大概九点左右我们就要下山，我们下山的路程大概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下了山，批发商收榴莲的他们收扣了，他们也是要赶去新加坡，他们十一点就要出发。 OK， 现在我们在进行绑果咯，我们是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绑哦。为什么要绑呢？就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山山地，如果掉下来它会滚到下面去，会影响到里面的肉质不好，还是软过头，所以它现在我们的工人要绑哦。我的工人一天可以绑到大概四颗左右，平均一颗数150粒，它可以绑到大概600粒了一天。绑了工人拾的话又比较好拾，他们是一粒一粒每粒这样子绑了。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上面绑好了，然后下面再绑一下。当榴莲跌的时候，它绳子会紧哦。啊，他们是看它的线紧不紧，他们就知道榴莲有没有跌了。放网的因素有很多种。我们的果树是20-25年以上，大概是5层楼这么高，太高的话跌下来会破裂啊，还是什么啊？掉网的因素都是保护啦，还有给工人啊，拾榴莲的时候捡榴莲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哦，就在网上捡出来就好了，也不用怎样去扫叶子什么啊，就节省了很多时间哦。所以现在我们进行绑它的树枝啊，因为果实太重，我们需要用绳子来绑它，以免它的树枝会掉落，还是因为果实很重，一粒大概2kg到2.5kg，这么小的树枝它是承受不了，如果10粒以上全部都要加工啊，需要绑绳子啊。我们是从叶子来看这个树是有没有问题还是什么，这种叶子是算 OK 了，它色素差不多够清，大长也还可以了。如果当树生病的话，可能是维他命不够，补充方面不够，它就会出现这样子枯枝的情况。这种是已经医好了的，它树头生病的话它会这样子黑，它会带有水分试试这样子。如果这样子的状况没有去医它的话，它都是顶大概1年呢，快的话半年就完蛋，完蛋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会变成好像圣诞树这样子啦，啊，要下雪了啦，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就完蛋了。都是不可以要了的这个树啊，它的病就在这边，如果没有移的话它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。施肥之前我们会把树底下的草全部清完，这样子的吸收的靶险比较高，当天的晚上最好是下雨了，地上有水分它的吸收肥量就比较快。这棵树是15年以上，它的分量最少 5kg， 这棵树每个月或者3个星期就要施一次肥保养它。这个肥是 SOP 12-18-24，是否产量它的花还有撞这棵树，到榴莲开花我们就会采用另外一种保养方式，到这样子的类似我们就换成15-20，因为它会让果实会比较圆比较结实，然后 A 果会比较多，它成长率会比较快咯。这个 organic 什么样的树都可以用的，因为我的榴莲果实它已经跌到大概跌了70%，还剩下30%，我们就会选择 organic 来补充它，保养它的地质咯，让它下一轮它的花期来花比较准，产量会比较高一点。当我现在用了红马大概1年左右，果实方面全部都有改善，觉得很满意啦。哎，我们看新不新鲜，是看这个挡盖了，它好像有一种胶质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们的高山猫山王回客的。这个就是猫山王的果肉，带黄的，看它的形状你们就看到它是扁的了，所谓的
肉多，种子小。这个种子就是猫山王的，它是带扁的，啊，果肉比较多了。这个就是山顶的 SO 啊，你们看，它白中带黑，就证明这个榴莲是苦的，苦中带甜，色素刚刚好。它的皮肤是草皮的，我们所谓的巨咬炸了。这个种子是D24XO 的，看到吗？它的分别就在这边。我为什么会承袭我爸爸这个榴莲园，是因为我发觉到我爸爸老了啊，脚力没有这样好啊，所以就回来接手。开始会有想到要放弃的，因为承接过后怕不成功啊，还是失败还是怎样啊。到当时候用的工人才一个左右，自己也去赏试啊，自己施肥啊，打虫药啊，还是什么啊，这样子维持下去咯。后面就是找方法咯，一直去改变咯，找对一点的肥料啊，还是什么啦，因为很多东西要试过了才知道它可不可以用。然后到今年会比较好一点，也可以说是缘分啊，找到这么好的工人愿意跟我去这样子做，